好，我是怡静。最近升息的问题、通膨的问题有没有让你很烦恼？因为薪水没有增加，但是家里的开支却越来越多，该怎么办呢？只有美乐家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哦。很开心哦，七月份我的一个亲推伙伴真和呢上了总监三。好开心哦，因为我期盼了12年，他终于上了 D3 了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让他看懂了美乐家持续收入的价值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在这三个月非常认真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哦。所以呢，期待我们还有更好的成绩。八月份呢，很谢谢Bobo 经理，还有 Jenny 全国经理，还有 Ever 处长哦。带着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启动 ATA 哦，然后所以这个月的利多是超棒的 N-1×1000 哦，哇，让很多小伙伴哦，想要开完本店的啦，想要启动上总监的啊，大家都疯狂的行动哦。然后我自己呢也成功推荐了2位哦，有没有很棒啊？所以呢，八月份虽然还是在暑假当中，我们绝对不松懈，暑假不放假。美的伙伴的伙伴们，美的团队的伙伴们，我们加油，带着小孩冲刺咯，加油！